大家好，我是阿里，欢迎来到阿里厨房。今天咱们来做豉汁排骨蒸肉皮。上期视频用剩下的白羊，在冰箱放几天了，先洗一下。肉子皮的处理方法可以戳阿里的头就能找得到。挤干水分备用。250克排骨，摊主已经帮我砍碎了。这种新鲜排骨，除非说味道特别大，否则的话用清水简单的清洗几遍就行了。洗干水分备用。来5到6克豆豉，也洗一下。接着给排骨先入个底味，3克盐，10克双蒸米酒，5克糖。抓捏到手上感觉有点发黏，放一边腌着。还有一瓣蒜，切碎了。跟豆豉一起捣碎，进去5克生抽，10克蚝油，搅匀。这就是简易版的豉汁了。给肉子皮也入个底味，2克盐，5克蚝油，5克花生油，抓捏均匀。平铺到盆底备用。回过头来处理排骨，撒上一些胡椒粉，5克玉米淀粉，先做匀了。刚才做好的豉汁进去，抓匀之后加入10克花生油，拌匀备用。水开了，肉子皮进锅，先蒸5分钟。5分钟后再把排骨码上去，用大火蒸10到12分钟。可以撒一些青红椒碎进去点缀一下，但不建议加葱花，总觉得豉汁跟葱的香味不太搭，吃的时候要搅拌一下，让边上的肉子皮也吸收一下汁水。肉子皮本身没有什么味道，但它却像一块海绵一样，能把排骨泌出的汁水给吸收干净，加上绵软嫩滑的口感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